人齐景月于今年5月宣布与圈外男友登记结婚，不久后更证实怀孕喜讯，收获大批网友的祝福。近日她和老公一起出国，预计明年才会返台。日前也透过社群发文晒出在加拿大超市采买的照片。目前已经怀孕34周的齐景月，由于体型娇小，因此孕肚看起来很巨大，透露自己的肚子大到可以放东西在上面了，笑称没有偷藏东西在衣服里。不过她也在文中苦叹，这几天可能是因为搭飞机的关系，导致她双脚水肿的状况变得更严重，小腿下半部到脚趾都出现严重浮肿，触碰时还能感觉到像是在摸水泡，甚至连走路都会痛。网友们见状纷纷心疼直呼，脚肿成这样真的太辛苦了，建议她可以热敷或泡热水，或是搭飞机时穿静脉曲张袜，相信就可以缓解症状了。Bye.